曾在节目上挑战魔登舞的逍遥，这次重返舞台的原因是，当初在结束这个摩登比赛之后呢，其实我真的还蛮兴奋，因为我发现身材好像有改变了，所以跳完之后呢，那我就很想再跟老师学习，所以刚在听到又在有邀约的时候，我马上就答应了。而为了让身为拉丁舞初学者的逍遥能够自然地用舞步散发魅力，广正老师决定从基本步开始教起，甚至连出脚的角度都会刻意要求。慢慢的脚尖滑过地板，经过前，慢慢来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好像很不稳。慢慢来，对，别急，这是过程。Okay. 一定会从不稳，但是我们再多走几步，所以我一定要15度是吧？我觉得老师很用心哦，所以他常常每次上课的时候，他就先带着我走基本步伐。我有看到小姐的脚，她的脚天生就已经是很漂亮。那我希望她的漂亮不是用摆的方式的漂亮，而是用舞蹈的方式漂亮。所以有没有下一个苦心在这里？丑媳妇还是得见公婆，所以你看长得真严，我还是一样的很努力。那希望呢，那天有很好的表现。谢谢逍遥以及杨广正老师来的 Casablanca。